嘉玲，我一定在杜承运家门口啊。杜承运这个人哦，小贪搁低高，我那凊彩讲两句，伊就把因家的锁匙给我。放心啦，我会注意安全。等我找到杜承运犯罪的证据，咱就有筹码会当对付杜承运甲曹凤迄条高难路啊。好，等我好消息。就是迄个为着客家要谋杀亲夫的潘金莲哦！你讲你，好佳哉，拄则我有够说你，若无我就中你的暗算啊！是你着无？你着是诱拐阮陈恩去只狐狸精？你讲啥？我毋知影。我伫个陈恩手机啊内底有看到讯息，有一只狐狸精介意要去泡汤。我原本要找个征信社去查狐狸精到底是啥，你就来了。狐狸精不是你是啥啊？哦，泡汤哦，有啊，我有去泡汤呢。因为恁陈恩哥，我甲伊去泡汤会当消除疲劳，而且伊阁会替我抓你。我听起来袂歹，我就去啊。更少！你敢跟我跑？你要跑我？刚刚我戆戆徛在，和你跑。原本我老实讲，你足单纯的，想不到你的真面目是狐狸精啊！想到这样晓，老实讲，你会当诱拐我查甫人是无？你的查甫人哦，你还确定讲不是你家倒贴的吼？啊！你的陈恩拢甲我讲，伊单身呢，莫伫遐西人。我本来就要去找你这只狐狸精算账，想不到你哦，这尔袂见笑，亲门大户来到这，只要给我抓到啊，看我要安怎对付你。好啊，我嘛真好奇，你要安怎对付我？我就甲你的面拆好，让你无在条，佮继续诱拐陈恩。一定要好好驾驶你，让你莫名继续在陈恩面头前出现。你莫这么激动，我要顾好我的面，甲我的身体。人陈恩拢讲我皮肤足好的呢，我要给你个嘴巴吧，好你。放手！放手！我弟弟为什么要提物件？我自然给你放开。放手啦！啊！赶紧的，赶紧的啦！娘！啊！